现在比如说我整的25天到客户那儿，他给你挤吗？我调制需要5天，我上来就给你送过来。所以一般的比如说你效果是怎么样，他也叫狂人机，但是他至于说我是给哪个客户方面，这个客户做的是什么东西，可以做的，但是我感觉有些像个大包裹，就像邮政啊，什么中铁呀，就是不是要要装好的装的两边是这个装备还不是我们统一的。哦，机器是统一的。哦哦，这个才是。对，这是他的最终的客户，最终的客户。全是这种的，好炫的。这用的。我以为是那个，那袋子没是袋子，就是这个袋子是做什么的？在国内还真少见。就这款也是一款狂人机，就是咱们都是定制的，这么多年咱们一直都一直的这个路线。